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张陵公园。那这个公园是在中顺街的巷子里面，所以蛮安静的。然后是一个非常小的社区公园。那这个公园的，我觉得唯一的特色就是它的溜滑梯有这个可以爬来爬去的东西。我一来这边，现在已经15分钟了，他就在这边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他觉得这个很好玩。这个设施在一般的公园里面不常看到，就有这种仿石头的，然后可以爬来爬去的。那上面还有做一些防滑的装置，所以爬起来也算安全，然后小朋友也玩得蛮开心的。那今天是跟带黄姨，然后出来吃水饺，然后吃完水饺就来这个张陵公园。至于它为什么叫张陵公园，我其实不知道。樟是樟树的樟，陵是树林的陵。来溜溜，太阳很大，然后这个公园我觉得很不错，是它的树的那个树荫面积很大，所以基本上在整个溜滑梯的范围里面都是有遮荫的，不会太热。那旁边是一些可以让人家运动的器械，包括拉拉筋啊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可以两只脚这样摇来摇摇去，那叫走路机吗？对，我还蛮喜欢玩那个的，我觉得很好玩。那这个公园很温馨，附近都是住宅区，所以会来的就是住在附近的小朋友或大人。那今天的文山公园志吧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